今天我们来跟他们玩游戏。会送那个我们的，对对对，你要帮我们 post 一个 picture post。我赢的话，我 post story。啊，没赢吗？你们真的骗了，上贼船了，你们骗了多少个人？木森金 channel，Hello， 你好，我是 Jim 庄金义，他是 ，Hello， 我是老板。哎，你有看开 speaker？我当然是开 speaker。我们的生日礼物来的 ，OK。然后我们今天来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升级了，我们现在当陪审团了，就是成为我们这个。没有，我先好奇一点，陪审团哦，比赛有陪审团的没？不是那种 court 里面才有陪审团。没有，是因为他那个就四个人呐、不愿意承担那个责任，哦，找我们来。他们选出的东西啊，尤其是那个黑的那个，也不要抱着，他选出来的。然后是如果没有赢的话怎么办？就是拉我们下水，假设我们选的，不管我们是。哇，你讲得很有道理。一定啊。接下来是那个节目今天完了过后是，他们又要跟我们抢饭碗了。对哦，我一定是跟他讲他们三个差的。哎，不不不，等一下。但是他剧本跟我讲，一定要讲他们好。来，我们回来重点先。我们今天来到现场嘞，陪审这个工作一定要做的了。我们很认真，真的给他们评分啊，我们有占了28%。但是我们的28%还有他们四位也是有其他8%的，还有观众也是有的投票的嘛，大家都有份的哈。那我们这个分来做嘛，他们看直播不可以了啦，关我屁事啊。对，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哎，什么事？因为今天我们遇到很多的就是同行嘛，然后我就想了个办法。最近我们不是推出了周边商品？是，然后我想哦。今天我们来这里跟他们玩游戏，然后他们赢了我送他，这他输了，他输了，这他自己买了。我们来这里干爹业配吧，我们也业配回自己东西。没有，这样不是啊，你这样错了嘛？怎么呢？如果赢的话是你要帮我做一个 free IG picture pose。Picture pose 啊？一定。我老板很过分。以后就这样子，你干脆去嘛。OK。如果他赢的话，就一个 story。这我们输，对他没有好处的。他反正要是他节目是一天嘛，一去他就一定要去玩了嘛。这样子还行啊，这样子还玩吗 ？OK OK， 丢丢丢。你要给我丢，你要问他们可不可以丢。行，然后我们。我一定丢了。你不想知道玩什么吗？玩什么？我们玩，你开。哦，橡胶叉。对，小孩子玩橡胶叉那个游戏。我们玩橡胶叉挑战。OK， 好，可以。OK 啊，这个我很厉害的，我是压倒小学3年级总冠军。三年级啊？三年级我倒年了啊喂。Challenge accepted. Hello. 来，我们今天陪审团，这些是到了。年纪很年轻，是不是？这个我看到很到了，这个我看到很到了。六七不到了，到了，不懂在哪里吧？这个一直在鸟人家哈，你以为你这样顶啊？好人是什么意思？现在跟我们一起准好人不理啊，那种迟到不理的，我们准时到了，看到吗 ？Come on， 来，还好我没有被打，橡胶上有玩过吗？有，不是我年代了。今天我们会玩一个打赌，因为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我们即将要跟播出的一个就是周边产品。OK， 对，是一个酱料来的。所以呢，好好料，给你一个机会。OK， 赢到的话呢是，如果你赢到我们和，你就只是做一个 story， 我们会送过去给你。什么？什么酱料？但是如果我们赢的话是，如果我们赢到这个的话是希望你是。我们还是会送过去的，但是你们不能拍一个 picture pose。拍 picture pose 啊？是想拍哪里？拍 IG 啊。拍 IG 啊，我们 IG 没有人看到 ，OK。那就 OK。我们有 Edison 啊，对。对 Bernard， 有 Bernard 讲他小时候三年级，是啊，全级最厉害。总冠军。是啊，校长颁奖给你啊。没有。啊，怎么样？第一下去上手啊！Okay. Let's go. Okay, come on. Let's go. Oh. Hi, DJ. 小时候。哎，是。哇。哇。全部不要走的，那你可以这样。能玩到明天了喂。不能啊。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能去。我以为。哎，什么鬼？啊、不能了，这个有点薄，有点难安着。其实我们那种牛肉包的打酱。哇，老魏你，我可以弹上去的。可以。可以是？你是安上，不是你是这样弹。
躺下去，他就躺下去。哦、oh, ，OK， 来了，看智力了，滚啊！恭喜你可以获得我们无声音 channel 的这一个特调吉利辣椒酱，一下，再轮到我了。哎呀，哎，我不会玩的，我就死了，这就输定了，你看。Come on， 可以，我会快速解决掉它。我们快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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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Come on。你开始先了。喂喂喂，是三碗棋，象棋啊喂。我继续冲啊。哎呦。哎呦，我也是冲啊冲啊冲啊！他们这样按的，看他们按两下，全是按在那边，没有冲啊，不好玩。你看，哎呦，这样冲就冲下，就赢了了。喂、哎，哇！啊啊啊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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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要讲完了。啊啊啊！哎呀，没有了，我们的。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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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谢谢我们一凡哥，来，我们团们呢？在这里 ，OK，OK， 真的是想你们试一试我们的那个这次的酱料，很用心，而且是全 vegan 的，就是是非常健康的，就是纯素素食，对，纯素，对，你们可以 enjoy 一下，吃了之后给我们 feedback， 好，好不好？好 ，Thank you，Thank you， 谢谢。来，接下来我要挑战凯欣，凯欣做媒姐的时候，我是访问过他的，你知道吗？是上我节目的呢，那一届的媒姐全部这样高的，然后我就。只有我最便宜的，真的是那一届谁赢了？那一届是娟，哎，九妹，OK， 给你选，你要挑战我们两个谁？哈，你该看到我们两个厉害的、啊。我其实没有注意看了，所以。我们这个 challenge 很简单，只要你可以赢到我们，我们送你吃我们无声King Channel 推出这个特调的吉利辣椒酱。酱啊，酱我挑战你吧。他一看就知道是谁是落的。来 ，Come on， 来 challenge， 你先呢 ，Lady First。太远的 ，Lady First 可以僵。过分呐、啊！你退一步我还可以。OK OK OK， 我先啦。啊，三。啊。压线。等我，等我，等我，等我。如果我输了，我要做什么呢？哎呦，你输了的话，上了船了。我们还是会送那个我们的给你的。对对对。只不过你要帮我们 post 一个 picture post。可以可以。哎呦，送就知道了啦。啊。对对对对，如果我赢了嘞。你赢了，我们也要送你了。你也要握手一个 picture， 不是？你握手一个手印就够了。啊，爷爷。应该是。你有放水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我不会因为你是凯欣我放水的。可以 ，OK， 放完，十秒哦。哎，放，拉水喝。啊 ，sorry， 杨子有没有？这个是意外。两只。两只辣椒，其实我一盒两罐了，我给你两盒，如果你赢我的话。OK OK。所以你又在乱水，因为你拿我的 rubber。再四盒。OK， 我先。这么我放下去了，这个东西。哎。哎，你有 strategy 的嘞，你没有我们变冲的嘞。我们就啊，他也是上不到的，他上不到的。上不到。上不到的。上不到。太靠近了，太靠近了。啊，跳出去先了。哇，哎，这个很难玩的嘞。Yes，Yes， yes!、Oh! 看到吗 ？Yes， 哎，压着。谢谢凯欣。谢谢，我再给你拿根菜。啊，谢谢，可以，没问题。哎，他就是很三八一下的人员来。没有吗？其实路线。Everybody， who don't know Lucas？ If you don't know Lucas， please。Wake up from the rock that you're sleeping in. OK， 马来西亚应该知道的时事政治东西呢 ，news 呢 ，you have to follow Lucas， right？ 我们因为最近呢，就出了一个special edition， 我们自己做的一个辣椒酱。哦，做火的啊，是。所以我们要玩了，所以我们只玩一次，谁压到谁的话是，如果我压到你的话是，我们还是送那个辣椒酱送到给你的，但是需要你是放一个 picture post 来帮忙宣传。但是如果你赢的话，那就不用放那个 picture post， 我们还是会送给你。但是你有良心的话，你就放 story 吧。来 ，Let's go。哎呦，苏永俊挑战。来，不一样了。
不能来，不会，我也是不会的。不会，什么事情？什么你掉头？现在如何是？其实我玩过这个的吗？有，确定？我是这样子拿起来推到别人那边床那边。好，谢谢。Anyway, to final latest news， 全马来西亚最新的消息。又来，去 diss 人家的，最厉害 diss 人家的，来 follow 好我的 YouTube channel。做好，现在做好。我们的这个交叉挑战就先告一段落，我们现在下去接受访问先。很烦的吗？一直烦着人家。你以为做这个什么陪审团那么容易啊？哦。我怎么知道是破水哇？是不能吃。是不是很好看？走。Evan， producer， 马来西亚没有娱乐圈没有他 ，game over 了。哇！再拍，再拍，再拍。等一下多一点镜头啊！78%镜头在你身上啊！来，再看多一个手势。来下一个。好。我这是拍一个。你觉得怎样？Yo, what's up, everybody? 拍给我。Yo, what's up, everybody? 炫的朋友，你好。不算进 channel in the house， 我的。我在娱乐圈了15年，从来没有去过成名夜。我真的要多亏阿宝，娱乐圈如果没有阿宝的话，所以马来西亚的华语娱乐圈已经没有了。是，然后我讲娱乐圈呢，没有这种擦台贼呢，你就没有机会来到这种地方了。你一定要跟他多多学习，是吧？来，我们进去了。OK，Come on， 我们给你们看一看今晚上 live 的地方是怎样的。有马来汤在这里啦。Hello，Hi，Hi，Hi。有卢卡斯啊。不没有，看到吗？厉害的人坐中间呢，也不是中间，没有没有，你进来一点，你就看这中间了。哎，子，没有拍过电视机的朋友们呢，他们会这样 set 的。OK， 阿周就会坐站中间这里 ，OK， 我们呢就坐前面这里了，那一堆了 ，OK， 然后我们的陪审团呢，胡浩文他们呢，我们会坐这里。我要讲的有的没的，我现在不要讲，现在不要讲。可是我很想问这个家伙，是你的家几时好啊？我们等开你的家很久了，我的粉丝全部在下面。你知道我要送礼物去你家吗？但是送不到，几十年这样啊！我老爷，新家没有什么东西看的，旧家才比较多。哎呦，其实不错，如果是新家，你可以现在是坐，我们做一个你的家，真开心。嗯，它是没有东西的，然后就透过那影片找干爹。Christmas 到了，谁要宣传 Christmas 的可以找Christmas 的商品 ，Andy 找他，有情侣档，又可以他一个人做音乐啊，对不对？如果 Christmas 太赶的话 ，Chinese 也可以了，可以。我们今天见到米修，难得我们又再见了，这是想 challenge 你一件事情吧？什么事情？敢来挑战没有先？当然挑战了，有什么我不敢的？哦、今天要跟你 challenge 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你赢到我们的话呢，木山King Channel最新推出的这一个辣椒酱。哇，我最爱吃辣椒。率先给你吃，送给你吃。好啊。如果你赢了 ，OK。好，输的话呢？你输的话，我是送给你吃的。OK。但是你要放一个 picture first， 谢谢你。来。哦，赢了，完了耶！那我讲你这样吃不到它。我觉得我吃不到了。啊。你不要让它，我跟你讲。也没有这样快的啊，这样快结束你影片没有啊？这样快结束你影片没有意思。真的没有。By the way， 真的要尝试一下我们这个 sauce， 好，很用心的做。好，我最爱吃辣椒。我们现在 set 的是有两个不同口味的，你试一下。什么样的辣？一个麻辣，一个是青椒。好，我爱青椒。好 ，OK， good。那我们挑战下一位了。Thank you， 米切尔 ，Thank you。巨猴人 ，Are you ready to challenge？ 我们是这样的，你愿不愿意接受我们三公圈的 challenge？ 不愿意，不愿意，拜拜。不愿意，不可以。你不知道赢说的，如果 okay, 我们会送我们的那个特制的辣椒酱送过去哪里呢？如果我们赢的话，是你要在 IG post 那个照片。照片啊？啊。如果我们赢，如果我们赢。如果你赢的话，就不用 post 照片。我赢的话，我 post story。啊，如果你我输的话，我 post 照片。啊，对，我赢完了，你要还了。有点艰难。呜，会跳了，会了，会跳了。呜，呜。哎呀，
靠近一点。没有 guts 跟人家玩，我都从这边来到这边了，你还在原地。啊、你来，你一步，我给你两步。哎，不是，你来一步，我跳两步。你想什么？哎、欸，不如我输啊，我的家送你啊。你的，等你，拜拜。啊耶，走开。你要死啊！你死在这里面啊！你要死在那里。可是我手指不够细耶。这边，这里，不对啊！这里，这里，这里呢？拜拜。哎呀 ！OK， 我让你啊，用左手就好。耶！哎，我今天没有输过来的嘛？真的吗？真的，你是第一个赢我的人，所以你很幸运。这样你才幸运的话，这个是靠实力。我们送到你一瓶，对，你帮我比这个手艺。有青椒辣椒酱，还有那个麻辣辣椒酱。OK， 你们一定我是很喜欢吃辣椒啊。Good， 好吃的话 Good. 我都 post。Good， 哎、yes. ，有爆。对，好吃的话，你都 post 了，就是不好吃。你一定 post 了，不要讲了，不然我。阿宝，你来这干嘛？哪里？跟我玩游戏啊。你赢了的话，我请你吃我们摩沙金泉的特调的辣椒酱。我不吃辣肉，我都不吃辣妹。不用紧啊，我们有两种辣椒酱。OK， 在一个 package 里面，所以你只要。你现在就要吃吗？还是等下？没有，我们之后送给你。如果你赢到我们的话，可是你赢了我们的话，你就把我们 post story 啊。我随便的 post 个都可以了。但是如果我们赢了的话，把我们 post 一个照片。哇，哎，这招可以哦。十个人中三个，没去我没有赢过该。全部赢完了，没有赢过全部。哇！昨天跟你打，跟这个人打啊？哦 shit！ 我这样快就死了喂！我有会玩吗？哇，有童年的好不好？喂！最后来了，我有吗？我要快哦，我们要下去彩排哦。啊！啊！喂，你厉害哦，这招劲哦。谢谢你，徐二，你真强啊！耶、yeah, ，我们干爹配吧主的这个制作人已经成功被我们征服了，所以拜托，拜托，这波 OK， 来，我们就开始来，我们再送给你吃 OK， 给你拿地址，搞定，跟我配起来，哎，接受一个挑战一下。木山君追 challenge after 啦，然后你也是一样啦，所以我们现在玩那个交叉比赛。要输赢什么？是，对了，就这个意思。因为我们最近呢出了一个新的一个产品，就是一个cross collab 的一个辣椒酱，我们会送过去给你吃的。可以， okay? 好。但是如果我们赢的话呢，是就需要你的 IG post picture 出来，跟我的那个伙伴。像我这样子，如果我 post 的话，你也 post 我的产品啦。可以啊，可以啊，丢啊，可以丢，丢啊。这样就不用比赛了啦。我也是有的。Come on， 反正不要输啊。我要跟阿俊比耶，应该。我先，你跟阿俊比。OK， 我接手，接手。哎呦，我刚赢着来呀！哇，老爷！哎呦，我刚赢着来呀！哇，老爷！不用紧，我们一起都碰一样的就好了，好不好？加油，加油 ！Yes。哇，我们也期待一下他要出的那个零食啊。零食，当当。当。哇，好名。名字好。OK， 期待。Thank you， 东东。It's a rap， 来，我们继续我们的 challenge。来，我拍 vlog 啊！我要抓你挑战一下。所以要干嘛？突然间 battle， 开玩笑。你是吉兰丹的冠军吗？ Oh, 以前我们没有去什么电脑 cyber cafe 面，我就是玩这个长大的。我们来看看两个干蹦干，谁比较强？来，输的怎样先讲 ？OK， 好。如果我们赢 ，OK， 因为我们出了一个周边产品哦， oh, 我们卖辣椒酱，我们卖辣椒酱，所以我就要烧货了。没有，不用你买， okay. 我们会送给你 ，OK， 但是希望你呢就 post 一个 picture 照片出来。OK 啊，会有。如果我们赢的话 ，OK， 如果我们赢， okay, 但是我们有可能输的吗 ？OK， 我们输，我们还是送给你的 ，OK， 只不过呢，你只要 show story 就可以了。很好吃啊，跟你讲。我上贼船了。大仙，这个有点不公平。为什么？如果我再赢，我要加嘛。来 ，Come on！ 你要站在这边，拉耳朵喊大大声，讲哦。把那失败打。上你，上你。我们来，左手边。左手边 ，Go Brandon。右手边，一局定胜负啊！快点啦！你要先讲清楚。他们很狡猾的，他输了，他三盘两胜。我是公正的 ，OK， 来，Come on， 不可以推啊，一定要是按啊。可以，可以，可以。喂，来了，刺激，刺激。
哇，现在，哎呦 ，Bernard 越跳越远了啊！哇，还有主持人呢。对对对对 ，OK， 可以看到朋友进攻，喂耶！哇！喂耶！哇！喂耶！哇！谢谢你，我送到你的家了 ，OK， 谢谢。我们亲自送过去 ，OK， 谢谢陈培勇。你们骗了多少个人？全部都是你们。还差常勇，我再去找他。还差常勇找他。常勇看，都讲偶像拍就是这样咯，几多人找他拍照，帅吗他？他的确本人比较帅哦，我就觉得真人帅哦，本人比较帅，越来越帅啊哈。同学，没有没有，什么事情？看到这是什么？交叉了。有玩过吗？有。来，没有理由输你的嘛。喂，最喜欢听这一句了。所以我们要玩的游戏呢，就是野营就有输啦。OK， 你应该是不会怕的哈。不会啦。OK， 因为最主要呢是要跟你讲啊，我们是有一个新的周边商品。周边商品。我们即将要。你要骗我钱了啦！那就这样子，不会骗你钱的，不用怕。我一定会送给你。今天骗了。他输了，他输了。自己保重。哎，有人找我是吧？没有没有没有。如果我们赢的话，我们还是送到你的家的，请你吃。我们会送那个 package 辣椒酱去你家，给你尝试。它是辣椒酱，很好吃的，有麻辣也有。青椒辣椒，这好像是奖励来的哦，奖励来的，是是，很像是啊。至于的话，我们也是会送你的啊，只不过那不一样。我猜一个东西啊，什么事？要拍照啊？没有没有，你拍跟那产品拍照，然后你 post 在 IG 上就可以了。OK， 哇！但是如果我们真的骗到。好嘞，很快的。开玩笑啦，开玩笑，搞笑喂，还有哦。你先开始。嘿，不可以推啦！你不要，你完蛋了！哎呀，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哦 shit！ 啊！啊！啊！都讲一级 game 了，我还是送辣椒酱给你吃啊 ！OK， 得到免费辣椒酱啊！对对对对对，你就做个 story 就好了 ，Thank you，Thank you！ 等一下，这边要派我去啊！但是最重要的不只是这些人看到会去 post， 还有对对对对，最重要是你们看到的话，拜托 OK 去拍个照片 story 一下我们 OK， 谢谢多多你们。我们这个时候你看到的很努力的在推就是在推广着我们这个新的产品啦。是，希望你们尝试一下，因为最重要的呢，在这个期间一直去到11月11号的时候呢，是有 50% discount 的。你买越多的话越多 discount， OK everybody， delivery 是 free 的， OK， 我们包在我们身上。对，更多的这个详情可以浏览我们的 description box。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everybody。谢谢你收看我们这影片，喜欢的话记得 like， 留个 like， 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everybody， stay safe， everybody， take care。大勇，哎呦喂，终于有机会上你圈了，会玩这个交叉比拼吗？啊哈 ，OK， come on， 是这样的，有比赛就有输赢，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赢了你的话，我们Mustang Inc. Channel呢最近推出了一个新的周边商品，它是一个辣椒酱来的，所以我们会送给你吃，希望你会喜欢。是，但是如果你输的话，我们也会送给你吃，输赢我们都送嘛，对对对。可是如果我们赢的话，你就把我们 po 些照片在 IG。如果我们没有赢的话，是你不用 po 照片，你 po story 就可以了。OK， 好。哎呦，大勇对我们本的 ，Oh shit！ 哎呀，不能！哎呀，哎呀，拿出来先。OK，good。Oh shit！ 哎呀，这个也吃不到。哇，吃鸡了这个，而且我觉得大勇是敢敢去了。哦，啊 ！No！我没有信心了，我没有。哦，可以了，不能可以了。Yes！ 谢谢你，会送到你东西大餐。刚才那一句，你把这个剪进过去 ，OK， 拜拜，谢谢。